零基础同学如何速成学会一首歌？零基础同学如何快速的学好一首歌曲呢？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一定要点赞收藏好，以后不记得了，还可以拿出来反复的观看。首先呢，把你要学的歌曲呢，打开原唱，你不用跟着唱，先用撕给它撕一遍，原唱在哪里换气，你就在哪里换气。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撕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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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撕。这样练习呢，可以让你在唱到整首歌曲的时候，能够细化到每一个字句上，都能养成强烈的气息支撑习惯。第二个，把歌词打印下来或者是写下来，标记好歌词的重音、弱音、颤音、假声等等技巧的地方，这样可以时刻直观地提醒自己在演唱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样的地方，也可以快速地学好任何一首歌曲。想要跟老师学唱歌的同学呢，可以评论区留言唱歌二字加上你的年龄，老师就直接邀请你来听我免费的线上声乐公开课。